They are not long, the days of wine and roses. Out of a misty dream, a path emerges for a while, then closes within a dream. 一直是我没完的梦，而且是没完的美梦。我的时装店从时装开始，我就发展到美妆彩妆。当时发展到没多久之后，我就关店了。当时我就觉得，不，时机还没到，我需要一个团队来跟我操作一个美容事业，一定要是线上。跟所有的年轻人分享一个事情，万事准备，时机到了，时间到了，你抓住了，非常努力的，你肯定不会被埋没的。我们遇到了知音，而且大家努力是有目共睹，好开心。